我觉得应该是我，如果不爱美的话，女孩就没人要我了。对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对吧？所以还是应该，而且我觉得当一个演员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尊重自己，那先把自己的整体的一个外貌要调理得好好的。那你说会不会把女孩吓跑？我觉得我倒觉得不会。因为这个世界嘛，大家都喜欢美的东西。我现在也不是说要画个口红或者是补个妆出门，主要是要那个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，精神一点。